这次大会主要是两点，一个要了解国际的情况，希望能够支持争取国际支持，特别是美国跟日本，所以我们在邀请一个美国专家一个日本专家来演讲。那今天下午来各主张台独建国的团体下午来沟通啊，来怎么去加速台湾建国工作。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在人。南北走出来。我们虽然是说在社会跟经济发展上比中国还超前，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说我们的社会也有这种问题存在。那如果说我们跟中国再靠近一点，这种威权跟保守主义其实是会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开始出现一种民主倒退的现象。那其实台湾社会穷多穷多的 challenge 的所在，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也面必要处理。啊，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在外交层面，在政治层面处理。这个问题还包括说，咱要安怎处理咱的社会问题，咱的经济问题。如果说咱在全面性的改善咱台湾的整体的国家的力量，比如说咱的经济力的改造，咱的社会力的改造，咱的政治力的改造，尤其是咱的民主更强化、更深化的去落实咱的民主的整体的机制。如果说咱的政治、社会、经济力能够完全能够焕然一新，让社会整体的这种力量跟国家的实力能够强化的话，我们才有来保护我们国家主权。啊，就伊的所谓政策拢是大向，即统一，哦，台湾将来无法度咱去倒退，啊，无法度去反头咱，转来到咱的即民主的即社会安尼。因为台湾危机的时候，拢是咱海外的在做好朋友，安尼全力投入，甲咱台湾国内大家合作团结，再来克服这困难，走出另外一条路来。啊，即届台湾佫陷入一个第二届危机，即届危机呢，不但是来自台湾内底国内，而且来自即中国，来自来中国，所以一定要团结，佮团结。咱黄朝东主席就会一定要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到有法通阻挡，即号做啊，即中国甲咱台湾国内亲中国的即势力的即结合。The United States is my country. I love the freedoms and the liberties for which my country stands. And I often have to tell my Taiwan friends, I don't love Taiwan, but the survival of Taiwan is essential to the survival of freedoms and democracy in Asia. And I support Taiwan because of Taiwan's vital importance to democracy in the world. 为专工为着这场的会来吼，啊，所以我是讲，咱家己，我感觉伊今仔日会讲的吼，所以我简单做一个介绍，啊，咱即马来请这个这个，大概即马明了先生，哦，所以我甲咱说。